昨天习大普奔，国家领导人亲自见证中国南海舰队在同一天有三艘主战舰艇入列，这在世界海军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壮举，更是中国海军最好的生日礼物。这三艘舰艇分别是最新型的战略核潜艇长征十八号艇，舷号421，055大型驱逐舰大连舰，舷号105，075型两栖攻击舰海南舰，舷号31。这个重磅新闻至少有6个想不到。第一个想不到的是，中国海军下饺子会这么快，以前下饺子都是一个一个的下，现在是用盘子直接往锅里倒，打在中国军工人国之脊梁。第二个想不到的是，最高领导人亲自授旗和颁发命令证书，内涵丰富，大家心领神会。第三个想不到的是，会在新闻联播上直接公布新型战略核潜艇的舷号，国之重器，以德服人。第四个想不到的是，海南省命名的大型舰艇终于来了。看网上有些军迷替海南省惋惜，说075不是航母，说这话估计会被075鄙视，没见过世面。075可以搭载直升机，也可以搭载大型无人机，今后更可以搭载垂直起降的隐形战机，这本身就是小型航母。更关键的是，075是能够两栖作战的夺岛神器。想想看，无论是台海还是南沙，那些被侵占的我国岛屿，一旦和平收复无望，最终还是需要夺岛收回。航母太大，使命在深海，而夺岛任务最终会落在能够两栖作战的075身上。而南沙群岛岛礁最多，被外国侵占的也最多，海南省名下的侨礁当然需要海南舰来收复。第五个想不到的是，国家会这么高调。看新闻采访，领导人在登上055大区时，画面一直停留在导弹垂直发射井上，你品，你细品，底气来自于实力，真理一向来自于导弹射程之内，这彰显中国维护自己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的决心。其实还有第六个想不到，如图所示，三位主角的背后不远处是一字排开四艘战略核潜艇，别问为什么，真不是显摆，就是想出来晒晒太阳，当当路人甲。中国发展海军，提高保家卫国能力本身不是什么新闻，但是最近有两个地方让海军的任何一个举动都变得非常敏感。第一，台海蔡蔡子非要一读到底，美国更是动作连连，小日本也不停地上蹿下跳，所以既然和平统一无望，唯有诉诸武力只能无从了。如果沙盘推演的话，无非是航母在太平洋封锁蔡蔡子逃跑道路，东海舰队自北攻击，南海舰队从南包抄，北海舰队牵制美日，最后斩首登陆。但是热战未开，新战先行，大陆强大的海军就是压垮台军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既然明知战无可胜，那么台军还有多少拼死一战的决心和胆量？所以一旦武统，解放军有能力上午攻台，下午就能将蔡蔡子扭送回京，而台湾民众们就等着单吃胡椒以迎王师吧。第二，南海，南海风卷云涌，最近菲律宾军方在牛轭礁问题上不断碰瓷。据媒体报道，最近菲律宾外长和防长宣称，中国约220艘民兵船停泊在南海群岛牛轭礁，并坚称牛轭礁是在其专属经济区内。目前菲军约10艘军舰和5架军机已经布置在牛轭礁附近。对此，外交部立即表明中国立场：第一，牛轭礁属于中国；第二，长期以来中国渔船一直在该礁附近进行捕鱼，这次也是因为避风而聚集在一起，实属正常活动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海上民兵或民兵船。很明显，外交部就是明确告诉菲律宾军方，首先牛轭礁属于中国，没有争议也拒绝争议；其次，中国渔民在自己的岛礁避风，不要大惊小怪，没事找事。即使中国一再警告，但是美国仍然煽风点火，现在连欧盟也要淌浑水。名不见经传的牛轭礁一下子热闹起来了，很多朋友估计对这个拗口的名字既不熟悉，也不知道它身在何方。如果我告诉大家它和大名鼎鼎的赤瓜礁很近的话，估计你就会恍然大悟。没错，牛轭礁和赤瓜礁同属于南沙群岛的九章群礁。九章群礁是一个由众多珊瑚礁组成的纺锤形大环礁，其中牛轭礁位于群礁的东北端，赤瓜礁在西南端，与它遥相呼应，因为形状特别像耕牛的牛轭而得名。目前在我国南沙九章群礁上，赤瓜岛和东门岛在我军掌控之下，另外越南侵占了三个岛礁，其实菲律宾根本连染指的机会都没有。那么菲律宾军方为何突然在牛轭礁问题上大做文章呢？第一，美国的挑拨。8年前，正是在美国的支持下，菲律宾当时的总统阿基诺三世才一跟进地提出所谓南海仲裁案。那时拜登还是美国的副总统，现在拜登荣登美国总统宝座，看来还想重提南海旧事，搅动风云。菲律宾现在最大的变数是老杜即将离任，而菲律宾军方却有很多亲美派，
毕竟菲律宾作为美国当年的殖民地，美国不遗余力的扶持培养了大量亲美力量。第二，菲律宾总统选举，中菲关系的改善是从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后开始的。由于老杜上台后突然变脸，带领菲律宾从反华开始转向亲华，就遭到了反对力量的几次暗杀，而老杜更是直言不讳的痛斥背后是美国人在指使。现在老杜即将离任，菲律宾似乎又要变天了，台海很敏感，南海有暗流涌动。这时候中国南海舰队高调入列三艘主战舰艇，对外表达的意思很明确。第一，通知一下大伙，我们又有三条大鱼入海了。对于那些想占便宜的、投机的、不怀好意的，中国就是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立场，不服来战。第二，提醒大家都别多想，更别瞎想，我们一向主张要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，而中国海军就是确保南海和平的中流砥柱，谁要是想到南海来捣乱，就先问问中国海军答不答应。第三，提醒蔡省长，南海舰队下饺子最睡不着的当然是蔡省长，现在大陆讨论的已经不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，而是要派什么部队去解放的问题。台海已经进入倒计时，台独的尾巴也长不了，蔡省长再作也不过是最后的疯狂，相反还会让武统提前。最后提醒那些侵占我国南沙岛礁的个别国家，要掂量掂量，究竟是和我们一起做生意赚大钱呢，还是想与我们为敌？毕竟南海相关国家每一次搞事，中华家都要种个岛压压惊，不闹大家一起携手做生意，和气生财，越闹中国对南海岛屿的控制力就越强，走哪条路大家自己选。1987年菲律宾前总统访华时对邓小平说，在地理上南海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。邓小平抽了口烟说，在地理上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。从此菲律宾再也不提南海岛礁主权。现在既然有人善忘，中国海军需要出来提醒一下大家，谁是南海的过客，谁才是南海的主人。这正是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，几声凄厉几声抽泣，蚂蚁圆怀夸大国，蚍蜉撼树谈何意。